家好，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美。目前陆续核准家用 COVID-19 检验试剂产品，民众可以到药局、药妆店等合法通路购买。购买时注意外盒的防疫专案核准字号效期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，并洗净双手进行采检。采检后将以使用的采检试纸及试剂用塑胶袋密封包好。居家隔离或检疫者，采检结果如果是阳性，请联系当地卫生局或拨1922。其他民众采检如果是阳性，请不要搭乘大众运输，尽快到社区采检院所检测，并携带塑胶袋密封的采检器材给院所人员。采检结果如果是阴性，塑胶袋密封的采检器材宜搬垃圾处理，并遵循防疫规范，持续自我健康管理。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立豪的电视节目，请所有的投资朋友们认真的看完它。其实，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在这放假的两天呢、立豪有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投资人啊，打电话到公司。各位，立豪，你看哦，你们放假，我没有放假哦；你们放假，我都在公司呢。各两天我都在公司呢，干什么？跟着接电话。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之外，我没有什么话好讲。各位，所以我今天穿着超人的衣服在电视上来答谢各位。各位，其实做股票真的，股票真的不用太多资。各位，股票真的，如果你真的能够掌握到那个来龙去脉，各位真的不得了。很多的事情在股市当中啊，没有办法用讲的，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其实各位，你看今天上市跟上柜股票加起来80家涨停板，但是几乎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小型股，有没有几十块的股票涨停的一大堆。但是各位，当这些小型的股票涨停了，各位你要知道哦，当它涨停的时候到底要涨几只才能够赚到10块钱，几十块的股票要涨几只涨停板才能够赚到10块钱。各位利豪，你只要跟着利豪的股票，不用这么，不用很多只涨停板，甚至于就算没有涨停板也一样赚了几十块的价差。各位，做股票我们要赚大钱，不要赚小钱啊。而且在这段时间以来，利豪在这几天接电话接到手软，我非常的感恩，谢谢大家，电话很多。但是各位，很多投资朋友们打电话进来，第一个是问什么你知道吗？请问一下，你们利豪老师，之前看18000到了对不对？那现在到了18000，他为什么在7月5号之前要出一些股票？是因为看不好这个大盘吗？错。各位，做股票你要懂得进，你要懂得出，出掉之后你要懂得买回来啊。各位，做股票真的要来回区间做震荡，你才能够赚到超级超级的大钱。你如果真的买到一个股票可以一直飙一直飙，各位，那个叫做瞎猫碰到死耗子，那是一个趋势盘，你才有可能。但是真正要掌握股市来回做价差赚取超级大利润，各位，那就要来回做价差。各位你看哦，这个是利豪在去年就跟你讲18000一定会到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今天我再跟你讲一个价位，请你拍照存证好不好？我讲的话我不会改变，我讲的话各位一定会到。所以各位注意看哦，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它虽然已经到了18000，各位记不记得7月6号创新高，拉回了4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是卖股票吗？7月5号卖掉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卖了一些股票，我们其实有些股票我们有买回来，我答应证给你看。
现在这个大盘啊，各位你看哦，还是怎样，还是没有到18000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各位，等到整理完毕之后，会再创新高。好，再创新高，各位看我今天写的哈，看我今天画的好不好？各位你注意哦，到了年底之前，你可以看到19000到20000，各位19000到20000点，各位注意看哦，19000到20000点，注意看好不好？我今天写下来的，今天七月几号？今天7月12号，你再慢慢看19000到20000会不会到？我陈立豪跟你说过，我不会随便乱写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在7月5号之前，立豪不是跟你讲说我出掉了金豪科赚68块，功成身退吗？我是不是跟你讲天域我也出掉了赚52.5块吗？我是不是跟你讲同志我们也出掉赚24.5块吗？汉讯我们也出掉赚13.5块，对不对？结果7月2号买回的长荣赚13.5块之后，7月5号买回的长荣又赚了33块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那这些我在上个礼拜都已经交代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上个礼拜交代过之后就不用再讲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不要再讲，我们就讲出掉之后有没有买回来，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来，第一档股票，各位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。今天很多上市柜公司加起来80家涨停板哦。各位我们来比一下，我没有涨停，我的股票没有涨停，但是我今天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了将近快70几家的那个趴，那个有没有，那个股票的那个价差已经超过了。各位注意看啊，这张股票叫金豪科，我是不是在几号，各位你看啊，7月5号是不是带出188、185功成身退，你记不记得我赚了68块？各位，当你在认为我已经出掉的同时，我出掉之后，各位你看哦，7月5号，各位你看我带进带出一定都有凭有据，7月5号带出188的嘛，我们出到185以上，那时候6月21号买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那出掉之后，各位立豪在电视上跟你讲，你要懂得买回啊。所以各位，我7月7号隔两天，7月7号在162附近，在160到162，我一直告诉我的会员要买回。那一天跌10块，跌10.5块，各位外盘是162，所以我们全部都敢买，都成交哦。那各位让你看一下今天，让你看一下今天，各位今天这档股票我们7月7号买回，今天最高拉到175，各位你知道那个价差又多少吗？各位，我7月7号买回162，各位到了今天最高175，短线你如果出到174到175，各位你又赚了12.5到13块。各位天啊，你跟我念一遍好不好？因为这是真的哦，这不是假的哦。在各位赚了68块之后又13块，各位念8个字，千真万确，真实富贵。如果你要买10张，你赚了13万；如果你要买100张，你又赚130万。各位，你跟我念8个字好不好？拜托你，真的。因为如果像别的老师没有做到，他一定不可能跟你讲千真万确，真实富贵。因为我们有做到了，真的。所以有做到，我会带出。注意看，你看，各位，上个礼拜哦，买到的股票哦，各位你看哦，注意哦。这个会员注意有没有？上个礼拜有没有？这是今天的哦，这是今天的哦。上周3006金豪科162附近买回的有没有？现在172附近的可以短线获利哦。各位，结果飙到174、175，又赚10几块。所以各位，金豪科赚了68块之后，我是说最近的两次哦，68块之后再加13块，光两次而已。各位，你看这档股票81块呢，81块呢。各位，很多的小型股拉涨停，你要拉几只涨停才有10几块的价差？各位，再看一档股票，我今天早上告诉我的会员哈，我说因为现在的行情哈有点乱，我把那个专线给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我今天早上很早在分析行情的时候，你看看我多用功啊！哎，各位，今天你看，
我在分析行情之后，我告诉会员赶快盘中打专线，几点？早上8:09，赶快打专线。哥，你知道我的专线今天电话接到有点声音沙哑，接的真的有一点手忙脚乱的，电话太多了，我非常的感恩，谢谢会员们，你们就是要这样，盘中随时跟着老师联系，我如果没接到，我的业务会接，你听得懂意思吗？所以各位来，你注意看哦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带进带出，你看同志，各位你看，你记不记得我6月29号买同志？各位来，你记不记得我6月29号不是买同志吗？各位在这里啊，6月28号买同志，6月29号我们不是赚24.5块吗？各位你看，当初买是247.5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同志这档股票我是不是带你出？出到哪里？7月5号不是赚了24.5块吗？出掉之后，各位，你买10张赚24.5万，100张赚245万。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我是不是出掉了？出掉之后，各位今天打下来，你注意看哦。你看盘中重不重要？今天打到最低251.5块，各位，今天最低打到251.5块。老师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今天又买回来。各位，我刚刚说什么？我们今天盘中光接电话接到手软。我在上个礼拜有没有跟你讲，只要我们带进了股票，只要打回来，我一定再买回来。我有没有这样子讲？我陈立豪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吹牛，我也不会欺骗。所以各位，我让你看一则讯息，你就知道了。你注意看时间跟日期哦，各位注意看哦。今天是几点？几点？各位是不是今天的？是不是今天？老师啊，同志现在可以买吗？早上9:48，我说可以。各位你看到了吗？你看看9:48 是在哪里？9:48在这里哦，这一点哦。9:52是在这里哦。9:50几在这里哦，最低价哦 ,251.5 哦。结果各位买到哪里？买到253。今天7月12号买到253。各位买到253。各位你看到了吗 ?253。各位今天收盘收多少 ?272。你如果买到了，各位你看看不得了，你4个小时千真万确真实富贵赚19块，你买10张赚19万，100张赚190万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这叫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嘛！所以各位，你看同志之前出掉了赚24.5，如果你今天再买，你又赚19块，各位。24.5啊，再加19块，各位，假设你真的买到了，各位，这档股票，各位，哎，43.5，两次43.5啊，各位能够造假作弊吗？时间能够篡改吗？各位，时间能够篡改吗？对不对？你看今天他问我什么了？你看，同志可以买回了吗？我说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看。刚好杀到最低的时候买回，各位收盘收最高272，赚19块。各位做股票要像陈立豪一样这样做啦，光一档股票不得了哎，来回做价差哎。刚刚金豪科68块之后又来一个16块，同志24.5之后又来一个19块。我不是跟你讲上个礼拜就跟你交代了吗？来回做价差，我们出掉了杀下来我再买。各位看长龙，看长龙，各位全市场都知道利豪赚长龙这只股票，各位真的百战百胜。今天你敢买长龙吗？上个礼拜我们不是出长龙231、233吗？各位你看，各位你记不记得当初在7月5号那一天我们不是买在198-200附近吗？我不是说可以抱着吗？好，各位到了7月6号，我不是跟会员讲说哎，我计算出22233.57是压力吗？那各位买的198块，给我231，我不是带出吗？赚33块啊。你买10张赚33万，100张赚330万吗？各位那时候累计已经340.6元，367.5%了呢。那各位我为什么当初我要先出？为什么我要出？各位看一下今天。
当你看到长荣今天杀到最低 174.5，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当初200多块我要出。各位，做股票是不是来回做价差？我是不是讲到我一定做到？各位，你相不相信今天长荣174块半我们的会员，我很早就告诉会员，如果有机会打回到173附近赶快去买，结果我们的很多的会员全部挂175块，有挂全部成交 174.5。 老师真的吗？你算得这么准？各位，陈立豪跟你说过，现在全市场的投顾老师哪一个要跟陈立豪比？各位，真的差一大截了，我没有骗你，很多的事情我不能跟你说，我也不能跟你讲，但是各位，我们今天用手机去验证就好，好不好？手机不能造假日期，也不能篡改时间嘛。那各位，我不会去吹牛嘛。那你今天很多的股票，各位，你说那买那个小型股，那涨了十只涨停板才搞不好赚10块钱，涨了20只涨停板搞不好才赚不到15块。我的股票随随便便没有涨停板就价差10几块以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答应大家，各位要买车跟买房，我也答应大家，你要赚小钱找别的老师，我没有兴趣啊。你就算标，就算你的运气非常非常的好，运气很好，标十只涨停板，各位搞不好价差都没有20块。那我的随便一档股票，我的价差就超过10几块。而且各位，四星 KY 还有那个力旺，还有那个真的，各位随随便便价差5、60块、70、80块。我要做的是这个，因为我当初答应人家，你可以赚大钱，干嘛要赚小钱？你做了几百次哦，你做了几十次，那个小型股你也不见得能够赚到好几只涨停板呢。当你稍微的不小心赔到钱的时候，那各位，我想请问你，你要赚几次才能够买车又买房？所以我不做小型股就是这样，我也不做低价股，我不做，不要找我，你可以找很多老师，我不做。所以各位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跟光光长荣这档股票，我们来回做价差，从4月23，我们已经到现在目前累计340.6元，367.5%。各位，你去想一想，这是真实富贵，千真万确，这不是在数字游戏耶。好，各位，那当我出掉之后，各位，7月5号那时候买到嘛，对，7月6号出掉赚33块嘛，我不是当初写在这边33块吗？出掉之后，各位，今天你敢买吗？我成立好上个礼拜，我怎么跟你讲？各位，上个礼拜你要不要听听看50秒的上个礼拜我跟你讲的长荣？哎，导播还有多少时间？导播还有多少时间？还多少时间？6分，总共加起来6分钟。那我们让投资人看一段我上个礼拜所讲的50秒。哎，各位注意看，你看看为什么我们今天敢买175块以下买回长荣，好不好？请看 VC 啊。那其各位投资朋友们，2603的长荣，各位，有些人士应用行政命令让各位运价要往下拉，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实质的需求，你认为呢会不会又再一次的发生？各位记不记得之前一次的打压，说大股东在撤股卖股，有没有？结果打到138块半，各位隔天136块半，结果开始狂拉到216块，会不会再一次出现这种情况？你们拭目以待。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现在让你看一通讯息，今天一大早利豪就已经告诉传给我的会员了。各位亲爱，当你看到长荣最低打到 174.5 的时候，各位是几点的时候？是几点的时候？已经超过10点半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超过10点半了？超过十点半才达到174.5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各位来看一下，你看今天哦，会员注意，2603的长荣最后加码点在173附近，早上10点14分。什么叫做股票？你要懂得一档股票来回做价差，不得了啊！各位，上个礼拜230几短线先出了，
创造340.6元啊，367.5%。各位，到了今天，你敢买吗？你敢进吗？各位看一下嘛，真的。我早上10:14就在讲，哎，最好能够打到173附近啦，最好啦，10:14就在讲。各位打下来是几点？11:40了。11:40，离我讲的时间点，各位差了多久啊？啊！我只能跟你讲，你买到174.5，各位，我没有带出，你不要出啦。我有本事带你进，我一定有本事带你出。各位，这就是陈立豪，我跟别的老师不同啊！你不要把我跟别的老师比哦，真的。所以各位，当初我们出的很漂亮，结果买回来的金豪科又赚钱了。买回来的同志又赚钱了，买回来的长荣到收盘也是赚钱的，各位随随便便一只都比那个小型股赚的还要多。所以各位真的，什么叫命，什么叫运，你的命无法改，运是可以改啊！拜托各位投资朋友们，真的要听话啦。立豪跟你讲，往后的行情还会到19000，还会到20000，真的很好玩啦、啊。很多的股票真的要来回做价差，你真的如果要买车买房，真的要赚大钱，各位来找陈立豪嘛。如果赚小钱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找别的老师。如果要赚大钱，尽量来找我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全民防疫大作战，共体时间，共度难关。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。作战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Lif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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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直播，来复来复直播，立即上线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你一个人照顾爸妈真的很需要帮助，你偶尔会需要出差，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，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，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。200元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，这很棒哎，谢谢。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全市场都知道四星 KY 是利豪的名牌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回做价差已经创造出3000多块的价差呢，795%呢，吓死人了。各位你看哦，我们当初660几块出掉之后，各位7月7号打到608，你敢买回吗？各位当初打到7月7号打到608，你敢买回吗？各位跌21块那一天呢、啊？各位你看今天最高655，我也没出啊，我随随便便一档股票，各位你就算今天收盘价644，扣掉608，各位也几十块的价差吧，你就买个几张，对不对？比那个小型股涨了十只涨停板，搞不好都还没有我几十块的价差嘞。各位
你看我在去年2021年选出来的股票四星，这些高价股，哎，你看翔硕今天也拉涨停了，你看不得了了，哎，翔硕今天也拉涨停了，你看金星科6533，哥今天也拉涨停了，哎，你看3529，哎，你看力旺再创新高呢，哦，差一点又涨停了。哥，我选出来的股票都是好股票，哥，我都会来回做价差，我只是没时间跟你讲而已。所以各位真的做股票不要怕，跟着力豪一起打江山。注意哦，今年就可以让你看得到19000到20000了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。各位非常感恩大家，所以今天力豪穿着超人的衣服，好不好？感恩，因为你看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你们去放假，我还在公司接电话呢，对不对？多用功啊，真的很辛苦啊。但是各位，为了大家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只要是力豪跟着力豪打江山的会员，尤其是尊龙会员，我亲带的，我一定用手机带进带出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什么事情找力豪就好，跟着力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愉快哦！我现在我有告诉会员，告诉业务，有一档股票打电话进来，马上告诉你股票跟股民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天开始做哦，好不好？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跟着力豪打江山的一通电话，指明跟着陈力豪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